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Logo shot, logo shot, yeah. 好的，开始第一波进攻就得手。 首夫球再回给外线的王绿翔三分，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也因为得分低迷哦，所以球队又找来了福斯特。这节的后续，冈田应该也有蛮多的罚球机会，纯度100%。对，啊，今年他的罚球命中率是65%，所以还算是 OK。4分多钟结束上半场，格拉索夫，然后强打进局哦，后面还有人推他一把。 不过球是进了，张杰伟把失掉的再讨回来，到禁区下球交给克拉索夫，暴扣篮筐。哦，非常有机会哦。第13个没有，但是克拉索夫抓到了进攻篮板，也压到犯规。那目前的篮板球是11个。 这是我们提到跟卡丹杰拿下了7分，攻击篮筐这很重要。大B失球也不敢去犯规了，好，这两分轻松的被灌进克拉索夫。那这边还是看 Pointer 在单打，哈哈哈，克拉索夫先赏他一锅。剩下最后的20几秒钟，克拉索夫，哦，禁区直接暴扣林耀宗。哇，最后以20分之差输球，这分。哇，没有投进啊，17分啊。